想不到于正这个死丫头这次还真又整出了一部爆剧，她监制的大女主妇丑古装爽剧《墨雨云间》堪称高开狂走，单日正片播放量破亿，成为今年继《繁花》《庆余年》第二季后第三部单日播放量破亿的剧集，而且是唯一一部女频剧。在《墨雨云间》开播前，于正就在自己的微博造势，说是自己这部爽剧有信心和《庆余年二》对打，但是说归说，他多猴精啊，可不会硬刚，而是瞅着《庆余年二》播完了才立即跟上首播，就只有《狐妖小红娘》的制片人王一许不知天高地厚，自觉有顶流偶像托剧，于是傻傻听信于正的话，真跟《庆余年二》对撞。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狐妖小红娘》不但被《庆余年二》秒成渣，而且被后来居上的《墨雨云间》杀得丢盔弃甲。其实若论《墨雨云间》的总体质量，真的是非常一般，剧情 bug 多，逻辑不通的地方不少，很多宅斗的计谋和争斗场面都非常低幼小儿科。而且该剧的导演是当年《太子妃升职记》的导演吕浩吉吉，最拿手的就是用鼓风机制造特效，而且喜欢对脸拍大特写，搞得这剧鬼气森森，女角色们天天衣袂翩跹，长发飞扬。而且剧中的女演员阵容算是人均美女，但年轻的男演员阵容中，除了一个男主王星月还比较帅外，其余男二男三等男配角无一例外都吃藕。更令观众崩溃的是，他们全都共用一张脸，让你傻傻分不清谁是谁。不过该剧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剧情节奏快，故事看起来爽。于正是深谙现在的女性最喜欢看什么，工作压力那么大，生活那么多憋屈之处，看剧就要看一个爽。复仇小白花有仇必报，绝地反击，一路逆袭，让观众看得直呼过瘾痛快。该剧的女一号吴谨言在当年凭借《延禧攻略》大火之后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虽然在于正的力捧之下演了 N 个女主角，但再无一个角色能火过魏璎珞这个角色。这次她终于又回到了老赛道上来，而且这可能真就是她唯一的舒适赛道了。长得不怎么美，演技也有点木的吴谨言，一演起这种复仇女主来，那熊熊的复仇小火苗就在她一对不怎么好看但是有点狠的大眼睛里熊熊燃烧。凭借着《墨雨云间》，吴谨言的人气和口碑眼看就要再次翻红了。六年前吴谨言凭借《延禧攻略》中魏璎珞一角一战成名，彼时明星耍大牌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只要不是太过，无论行业内还是行业外，大家更多的是敢怒不敢言。然而吴谨言出行六个助理三十多个保镖团团围住，也成功将明星耍大牌的遮羞布揭开，似乎是红得太快了，让吴谨言以为顶流就是天，于是公然对抗央视六公主。很快昔日小花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存在，央视怒批其耍大牌也让众人似乎看到了她的结果。按理说内娱从不缺美女，出现了这种劣迹艺人，公司大多数都会选择放弃培养新人，可于正却在吴谨言出事之后一直选择力挺。面对众多质疑，于正表示谨言市场很好，在他两年没拍戏的情况下依然有十一个戏等着他选，为何于正这么力挺吴谨言？一晃六年过去了，和当年耍大牌相比，难道是因为背后资本太过强大有关，还是他的专业素养实在过强？2018年《延禧攻略》正式播出，吴谨言短短数集的功夫就让观众们见识了魏璎珞这个角色的惊艳，这般活灵活现的演绎让一众不是粉丝的观众都忍不住深深着迷于他的八面玲珑。事实上即便是一些对吴谨言往绩并不太看好的影评人，在看过《延禧攻略》后也不得不对他在此剧中的表现大加赞赏。虽是个中生代的新人，但他分明已经透过身着的华服和饰演的角色展示出了一个成熟老手的功力，许多前辈影视工作者也由衷为他的成功爆红感到高兴，未来可期。谁也没想到这个曾经被赞为新晋小花的吴谨言，很快就被自己的骄横和狂妄击倒在事业道路上，一时间好不容易积攒下的人气和口碑就这样在一次央视采访时尽数化为乌有。吴谨言这边面对已经安排好的访谈态度嚣张放弃鸽子，也让央视六公主成功动怒，央视官方事后痛斥他耍大牌缺乏基本素质，这无疑是对他这个新贵小花最大的侮辱和打击。一时间他在娱乐圈陷入万丈深渊，此后无论他在综艺舞台还是影视剧中现身，总少不了被人们质疑品德和嘲讽态度。
那些原本对他趋之若鹜的大制作公司和著名导演也全都听之任之避而远之了。短短一两年间，吴谨言就从万众瞩目的新晋小花坠落为默默无闻的过街老鼠。回看他的童年经历，或许当初耍大牌其实并不是他的初衷。吴谨言生于芭蕾世家，自幼就在艺术的熏陶下成长，对芭蕾舞蹈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天赋和热爱。八岁那年，吴谨言第一次站上舞台，以一袭轻盈飘逸的芭蕾舞裙亮相在万众瞩目中。从那时起，吴谨言就的家人和老师对他的将来都寄予厚望，盼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国家芭蕾舞团的领军人物。谁知好景不长，命运偏又与吴谨言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他15岁那年，一场不幸的扭伤不仅夺去了他挥洒自如的舞姿，还永远地剥夺了他重返舞台的机会。这对一个芭蕾梦难以实现的少女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痛彻心扉。不过因为身形颜值姣好，吴谨言成功踏进演艺圈，却因为火得太快成了众人紧盯着的对象。就像被安排好的那样，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吴谨言成功因为耍大牌风波坠入深渊。娱乐圈的落难让吴谨言吃足了苦头，他开始反思自己年轻气盛时的狂妄作风究竟有多么可笑可叹。随后吴谨言下定决心，是要让所有人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他开始虚心请教业内的资深演员郝蕾、陈道明等人，1000次的彩排中一点一滴地磨练自己的演技，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几夜没合眼，就为了将一个细微的表情动作练习到位。这是吴谨言用来弥补自己过去缺陷的有力依着。但他并未就此止步，他看到不少成功演员在塑造不同角色时都会大胆改变自己的体型形象。吴谨言立刻有了新的想法，他要靠变胖来完成自我的蜕变。于是在剧组和朋友们的鼓励下，吴谨言开始了为期数月的增重大作战。他每天摄入超过4000卡路里的高热量食物，再加上科学的运动方式，终于一举将体重增加了20斤之多。不过尽管胖了20多斤，对于本就瘦小的吴谨言来说依旧不算特别胖。相信有不少朋友在新剧《墨雨云间》中能看出来吴谨言脸上肉多了。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低谷冷遇之后，吴谨言终于凭借古装剧《墨雨云烟》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这部剧中他饰演一位遭受重重背叛与惨痛打击后，凭借顽强意志自强不息的复仇女主。整个剧组拍摄期间，他时常在场务工作时练习，对着镜头一口气念完长长的开场独白。制片人赞叹他将薛离这个角色完美诠释，体现了一个濒临崩溃却重获新生复仇的女性形象。果不其然，一举凭借这个富有分量的复仇女主角，吴谨言的演技获得了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就连执导该剧的著名导演于正看到他的表现后也毫不吝啬赞誉之词。于正说，我就是看中了吴谨言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才毫不犹豫地将她定为女主角。她有足够的热情和野心，将来必将成为当红影星。有了这个开门红的作品，吴谨言终于扬眉吐气，过去的耻辱与挫折仿佛也一扫而空。但他清楚知道这只是新的开始，未来还有更多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他。经过6年的低潮磨砺，吴谨言以怎样全新的面貌和实力再一次站在聚光灯下？只是这次他不能再犯之前的错误了吧。而男一号王星月作为一名00后的新生代演员，被网友评价闯入了夺人妻赛道。王是他的姓，爱上人妻他的命，笑称夺人妻这么小众的赛道也被他闯进去了。在王星月演过的古装剧中，从周生如故到宁安如梦未有暗香来，再到墨雨云间，王星月饰演的角色所喜欢的女子无一例外是人妻。有网友问王星月对于这个新赛道感觉如何，王星月回复说，还不错，果然稀缺性就是最宝贵也最吸引人的。陈乔恩饰演的恶毒后妈季舒然也收获了不少的好评。多年来一直挣扎在偶像剧赛道的陈乔恩，眼看着早已经过了演偶像剧女主的年龄，在演傻白甜无疑会让观众接受不了，于是这节果断换了个赛道。墨雨云间中她饰演的季舒然表面上温文尔雅，在夫君面前就是一朵温柔的小白花，而且处处对妓女关怀体贴，实际上背地里狠毒残忍，坏事做尽。江元柏的长女是一个妾所生，被季舒然害死了。正妻叶真真的女儿江离也间接被季舒然害死了。陈乔恩虽然是演偶像剧出身，但她真是有点演技在身上的。在该剧中，陈乔恩一不靠那种黑眼线妆造制造黑化形象，
二不用浮夸演技表现凶狠，仅仅靠着眼神和微笑就能令人感觉到他的心机与可怕。不错不错，还有一位吃到该剧红利的，谁都想不到竟会是 AI 换脸的演员赵晴。原本司徒九月这个角色是由蒋依依饰演的，于正还曾发微博夸赞蒋依依，说蒋依依是他从小看大的小妹妹，让内娱好好带她。结果蒋依依被爆出不好的事件，虽然后来她工作室发声明澄清了，但口碑和事业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于正果断将蒋依依饰演的司徒九月用新演员赵晴进行了换脸，只不过现在《墨雨云间》播放时，每到司徒九月出现的远景还能看出是蒋依依的模样，也就是只有近景才 AI 换脸成了赵晴。赵晴之前在《未有暗香来》的颜值演技都被吐槽，但这一次凭借《墨雨云间》的大爆，再加上司徒九月的人设很带劲，于是赵晴给观众的印象转好，很多人都夸她演技有了很大进步。所以这次赵晴也是吃到了《墨雨云间》爆剧红利的演员之一。那么你追复丑爽剧《墨雨云间》了吗？你最喜欢剧中哪个角色？